好的，欢迎线上所有来自全球的家人伙伴们，大家现在好，每一天每一秒都好。我是 Apple，我来自台湾。今天呢，我要跟各位呢访谈的是啊，我们台湾呢刚新出炉的一位钻石，啊，也是呢我的好姐妹、好伙伴。那她的名字呢叫做周丽丽，她是一位来自广东，好，东莞的媳妇儿，台湾媳妇儿。那她嫁来台湾已经30几年了。其实我这一次呢，陪着她回到家乡啊，我发现啊，哇，她让我呢真的非常非常的赞叹。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她在家里呀，是一个小公主般的，什么事情呢，爸爸妈妈呢都非常的宠爱她。所以我好好奇哦，哎，她为什么在30年前呢会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然后呢，再加上啊，你还记得？犹记得在大概将近快要3年多前哦，我们是在2021年认识。当时呢，他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我看到他，我吓一跳。为什么？因为我当时真的以为呢，他中邪了。我本来呢要带他去收金，后来很感谢我们凯莉这么好的产品，更感谢当时呢陪我一起去的秀林钻石。我们马上打电话给杨老师，然后呢，给他一些在使用产品上面的建议。这时候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脸色呢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呢，现在的状态也越来越好。好的，那我们就先邀请了我们的 Lily 钻石来介绍一下他自己，跟大家打一下招呼。有请 Lily 钻石。Hello，线上的家人伙伴，大家好，吴壮好，我们亲爱的 Apple 钻石，你们好。哇，丽丽钻石现在的气色呢，真的是超好的哦。好的，那我们呢要来今天呢跟丽丽钻石多挖一些宝啊。那线上的伙伴们，如果你现在呢看到我们的丽丽钻石，也很期待我们今天的挖宝行程的话，请帮我打上66666，谢谢。那我们刚刚我有讲到啊，Lily 钻石，当时呢，你为什么呢会选择来到台湾？在中国这里呢，哇，我们的市场好大，还有我看到你在家乡是一个像公主般一样的生活。哦，我先回答哈，为什么会选择来台湾？其实老实说，台湾是长怎么样子，我并不清楚哦。我只因为看到一个帅哥，就是我现在的老公，我一眼给我直觉的感觉就是说，哇，这个帅哥好帅哦。然后直觉就是很孝顺，然后我就想呢，应该我嫁给他也不错。后来才知道他是台湾人，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一见钟情。然后我不。说实在话，大陆的人很多都就写说很担心我来到台湾会不会怎样，因为台湾是怎样，我们比那时候很根本不清楚。反正我一两年，我坚持就是我自己想要嫁给这个帅哥，然后我现在的老公是毅然决定了，就是不管任何人的反对，我就是来嫁。我觉得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挑战，然后我也不后悔说我所选择的，所以就。一来台湾，其实就来了，就30年了，是这样子的。哇，好厉害哦！我觉得我好佩服这个勇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真的不敢。我如果是他，我应该没有办法。我觉得我看到 Lily 钻石第一件事是，他对未知呢，他有一个选择跟愿意跨出舒适圈的这个勇气。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要问 Lily 钻石，你为什么？在这么多来到台湾呢，我不晓得你从事过哪些行业哈啊。如果据我所知道，我知道有从事早餐店啦哈，然后还有美业啦。那在这么多行业里面，当时你在台湾哦，还有旅行社，你为什么会选择组织行销呢？哦，说到为什么会接触组织行销，其实我真的很感恩，这一路我的人生当中有两次的转折点，这两次的转折点都是跟我的健康出现了，有健康出现问题有关的。那我记在我大约30年前的时候，因为生女儿的时候得到第一次的甲状腺亢进，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有20出头，年纪轻轻，我自己吓一跳，年纪轻轻就得了。甲状腺，那我意识到，哇，俩健康跟年龄没有关系的，那我更意识到健康比任何的事情更重要。
然后我觉得说没有健康，后面都免说了，就不用谈了。其实，在同时当中，我就心里产生了一个，就是哇，我想开一家就是营养早餐店，因为自己毕竟就是不健康嘛。那我就想说，透过这个店，我也可以照顾我自己跟照顾我家人的健康。其实我最大的就想说，把这个健康的意识观念，然后就是分享出去。然后每天就跟人家沟通一些健康的观念，不要像我年纪轻轻，就年纪20出头，我就得到了这个病，然后就是因一系我就开了这家早餐店，我就是这么，我是一个不怕吃苦的人，反正就是很努力的，就是你知道吗？那个早餐店我讲出来，你们都会啊难以置信，可以一做这样做了10年，怎么说？我是从早上凌晨3点，我自己一手包办。备货啦，交货啦，准备啦，然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做的，然后到迎接客户啊，客人来买早餐啊，然后一直从凌晨点，然后做到下午的1到2点，我就结束一整天的这样子的工作。像这样子的工作的话，一路就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这样子。你说辛不辛苦嘛？说实在话，真的挺辛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会得到，因为觉得说你会。得到很多的客户，就是客人给你满满的那个认同跟支持，你觉得说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然后就到有一天，我小姑就特意就跟我分享，她说：“至少我看你真的一路这样走来，你真的好认真。我看你好，就是这个健康早餐，你就推广的，就是卖了10年的这个生意，真好看你好辛苦啊，自己一个人做，什么准备那么多东西，你。”真的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你要不要来评估一下？我同样是做早餐，但是我这个早餐也是健康早餐，跟你的区别，我就不会像你真的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忙备料干嘛的。那我只是一台整，我很优雅，只要有一台的果汁机，还有一个店面，就是一个那叫什么，吧台这样的这个生意，我就是可以开始，我甚至可以开到分店。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带一些伙伴啊一起出去度假啊，人家进修。当我小姑这样子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产生一个好奇，我说哪可能做生意做这样，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轻松？而且更何况我们是做早餐的，于是我带着好奇心来了解，到底我小姑想要跟我分享是怎样的健康早餐。我一不进去，进去就不得了。我怎么说？我就一头栽进去了。我真的好喜欢那个环境，因为它让我明白了一个人呐、啊，原来其实不管我们做任何的事业，都是找到让我懂得一个道理：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来共同朝着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去经营、去做。因为脾气就会，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会脾气急，脾气不利。让我回头想想看，我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真的没得3年，反正事情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决定。我想说，哇，这个不是我，也不是我想要，但是后来看到我小姑这样的环境，我超氛围，我就很喜欢。所以看完以后，我毅然决然就把我自己的那个做了10年的传统早餐店，我就结束了。那我就全心的摒弃着我自己。耐劳辛苦就是努力坚持的个性来经营的，加入了这个组织行销这个行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了10年了。在组织行业前第一个平台的时候，你说在那里，我就又碰到了每一个10年，好神奇！我这样讲，每一个10年我都会碰到一个瓶颈，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晓得怎么去突破它。所以一直想要突破，没有方向。然后正在那个时候，我第二个贵人，生命中第二个贵人，我的好姐妹也出现了，就是跟我讲另外一个平台。那因为我想要多赚钱，我想要突破它，所以我评估过，哎，我说觉得不错。后来我要再转战了第二个平台，然后这第二个平台做了没有很久，做2年，就这2年的做完2年的那个时候，就碰到疫情。一场疫情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打算就跟着我的团队一起到国外去发展，只是因为一场疫情，让我整个的计划都乱掉了。
然后又加上那个时候，老实说，那个时候从第一个平台到第二个平台的时候，其实我的经济已出了严重的缺口了，然后甚至到我的负债，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那个压力太大，大到我自己的那个什么健康就出了问题，就是第二期的就甲状腺复发，因为当时我就回头，突然间我整个人。论证就是怎么讲，整个人就怎么会？我深深问自己一下，我说我这一二十年，我到底忙什么？好像一个从忙、很努力的一个人，怎么会把自己就是搞到就是那么努力、那么认真、那么坚持的一个周丽丽，都那么勇敢，就是怎么会把自己一个人搞到，钱没有了还负债，然后健康也赔了。就在那一刹那，我当时就所有东西都不想去，我想说放弃，然后我就想说都不要想了，然后先把身体回到我初衷，先把身体顾好。我甚至那个时候我还想说回头要做我的营养早餐，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老天爷给你关了一扇门，就给你开了一扇窗。这时要派了我的天使，就是 Apple 钻石。跟秀玲老大一起来看我，要把凯莉这一份这么棒的产品，然后跟我分享。我自己真的我是有福气的人，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的为什么会加入主机行销，就是一路来，就是我的缘由。谢谢。哇哈，好精彩哦！刚刚好像呢，跟着你从一开始来到台湾，然后呢，从当时的状态呢，然后做的每一个工作，我真的也看到，其实不管是过去认识的你，跟现在看到的你，你每一天真的都很尽心尽力在做，你的那个努力呢，其实我们真的看在眼里都很感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当你够想要，还有当你够认真，你会感动到身边每一个人，所有的美好都会到来的。可能这前面呢，会有好多好多的感觉，好多的苦难，感觉好多的关卡啊，甚至在身体上，身体上那个部分，我可以有很深深的感受哦。因为当时呢，我还记得哦，莉莉的女儿呢，也很害怕呢，她。快要不在人世了，你知道吗？但是亲人最怕的是这样，但又不敢告诉他实话。然后当莉莉每次问他不漂亮吗？你知道女儿都告诉他很漂亮。这个东西哈，我觉得最难受的不只是莉莉本人，还有家人。你知道这个我可以很大的感同身受。我不知道在线下的各位会不会也是这样哈？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我们陪伴做到了，但是诚实面对是有点辛苦的，然后又想要真的去支持他，去爱他。还好，我知道当时呢推他一把的人是他呢的夜间部同学，也就是他刚刚说的帅哥。那我们来问问看哦，Lily 呢，除了呢推了一把的这个老公以外呢，当时为什么这么多现在哦平台呢比阳台还多？有没有发现到处都是哦？每天这个朋友就会告诉我啊。保健食品太多了啊，市面上到处都是，每一家都说自己的最好。那以你呢，在这个行业已经20多年了，为什么你呢？除了是因为看到我跟秀玲钻石以外，我相信以你的专业跟你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会选择凯莉？可以告诉我们，透过你的眼光，你是如何看待，你是如何选择？好，老实说，我当时就是你们两个来跟我分享凯莉是啊，其实我并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经营凯莉，我是一心一意想要说透过凯莉的产品来帮助我恢复健康，因为我前面两个平台的产品真的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真的没办法帮助到我。那我很非常的感恩，就是凯莉的产品的确在我身上发挥很好的效果，那改善得很好。还不至于我要来经营。其实我会来经营凯莉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儿子。说到儿子的，要是我心里的痛，我会选择用凯莉也是因为他。我只要看嘛，然后我是一个遗传，那我这个病也遗传给我儿子。你看，一个20几岁，一个年轻人很帅，真的很帅，我儿子。
他的甲亢跟我甲亢不同，怎么说？他是10万个人当中只有那两三个，他是一个是单眼突出，就是左眼，好像你能想象一个人就是突出这样，我有点浮夸，就像乒乓球这样子的这么大的突出那，因为你真的看到你会心痛到真的是，我怎么会把我儿子搞成这样子？于是我们像我自己第一次复发的时候，我透过营养食品我就可以好了。但是这一次我儿子严重到，甚至我用了什么方法都没办法帮助到他。然后我们也用了，就是甚至去开刀，开刀也只能帮他恢复20%的效果。其实我在使用产品，就是凯利的产品，是在心里暗暗的在想说，既然凯利的产品在我身上有那个效果。假如在我儿子身上可以帮助到他的眼睛的话，我周丽丽下半辈子我一定要卖给凯丽。那这样回头想一想哈，3年前卖凯丽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就心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承诺，真的非常的感动又感恩。凯丽的产品很简单，就在我儿子身上也发挥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他的眼睛突出已经好了80%。就是我会来经营凯利，因为我有对象嘛。如果就是帮到我，我相信了这个产品帮到我和我儿子的话，我相信我来经营凯利也可以帮到很多的家庭。再加上，因为我想说，刚刚嘛，Apple 壮士说我在这个平台，我已经不是一个白纸，为什么会来再去试试看来做凯利吗？说实在话，一开始我还是有一点隐忧，为什么嘛？因为在前面的两个平台里嘛，我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坚持的做了10年，然后对吗？甚至我老公哦，我帅哥老公，他骑摩托车停红绿灯的时候，停红绿灯的时候，还可以跟旁边的那个陌生人 DS 拿到名单，我们够努力吧？甚至我们努力到我们最高的时候，在全平台分店开到20家。但是我都没办法拿到好的成果，20家只是在那家公司的就是成绩中等的成绩而已。那我会来选择凯利，当然前面就是说产品面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凯利的季度面，因为我看到凯利的创新的这个季度，创新2010的这个季度面，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周丽丽，因为我是代码。大陆嫁过来，我没有背景，没有人力，没有背景，没有人脉，然后我国语也说的不是很好，没有很标准。然后我是因为今天凯利这个这样的季度这样的产品，因为它的人数可以累积起来，累积起来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钻石们说可以上钻石。那我就想说，我周丽丽是对的人呐、啊，我也是一个很努力、很坚持的人呐、啊。前面不管是做传统早餐还是做组织学校，这个我都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过。那我相信我也可以做得到。然后虽然说我本身是没有什么，我本身的条件没有很好，但是透过凯利的这样的平台，因为它不归零嘛，只要我慢慢累积起来就可以了。不像我前面平台哦，就是你没办法，就是我们很多公司就是没办法累积。他也没办法说，就是说，你没办法去累积他。怎么说？像我前平台，他要我们要，就是你没有到攻顶的顶端的时候，你要掉下来。你只要冲到第二期，你要掉下来，这样一直循环的话，你其实是没办法累积的，没办法得到的。这样子的话，我那么平凡的人，我又不像那些有优秀的人，然后不像说有钱的人就可以说啊买上去，然后再来我也不是优秀的人嘛，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去坚持去做，我很难就是说在1个月或者3个月里面冲到顶。但是凯利的季度就不同了，他凯利季度真的很好，它可以让我们持续去就坚持持续的去做，就是凸显到我这种人。就是很平凡的人都可以在凯利这样的季度、这样的平台，就可以拿到成果，拿到成功。然后我就是秉持着，就是一个，就是一起
一期一期，就是自己每一期，我们公司考核就是一期又一期的嘛。只要你这一期比上一期努力，那这一期比上一期人数增加，只要时间到了的话，我们累积到轻推，累积到500个人活跃人数的话，一样可以达到我们的那个钻石这个位置。其实真的在一个外面的基座是不是它不好？因为它很难，它的设计本身就没办法做到累积这样子的。那虽然说我在前面，我很努力，但是我们就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小看现在自己的位置，还有不要小看现在的成绩，哪怕我只有10个、20个，这样子，我们慢慢来去累积，所有事情都是从自己开始，2个、3个、5个、10个，只要你坚持，一路坚持下去。但是还有有时候，我们很多伙伴就说，我坚持，但是坚持你不做事也是达不到的。所以以前我努力要坚持，但是不会选平台。那现在是靠过，我现在变聪明哦。等下我是。变聪明，我懂得怎么去选平台，要透过我自己要坚持努力，所以我就是在凯利2年多的时间就拿到成果，但是现在我仍然是要继续努力在凯利奋斗，谢谢。嗯哼，太棒了，谢谢。对呀，刚我们都听到，他其实最感动的是什么？是来自孩子哦。其实我相信，如果线上跟我们一样都是父母的，我们常常都会说为母则强哦。那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也没有问题，找到你的动力。其实我发现呢，Lily 是因为找到一个人能够支持他，让他找到他在这里经营的动力。那线上的朋友们，你找到你的动力了吗？好，我们持续呢，继续寻找自己的动力。有可能你现在找不到，但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在奔跑的过程中，在陪伴的过程中，很多动力是无时无刻会浮现上来的。好，那再来呢，我想要问一下莉莉钻石呢，在凯莉呢成为钻石呢？你觉得你的关键是什么？因为我犹记得呢，在当时你宣告你要上钻石的时候，你的人数还差100多人，你是如何达到的？如何达到啊？其实说实在话，说要换取钻石，真的自己心里也会没有很大的底气，然后就说也没有很虚啦。因为毕竟我前面有经历过2个平台，我没有做到好的成绩，也没有成功的案子，然后呢，我重新调整一下自己，我就说哇，我要重新归零，不是因为有前面的。因为我自己清楚，一旦你装的太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太多的想法，那我在我怎么讲，太多想法，我觉得会阻碍我成功的速度。然后我要看到我的钻石们，就是像从杨老师啊、心灵钻石啊、秀灵钻石、Apple 钻石，你们一路这样让我看到，就是在凯利很快的，就是成为钻石，速度快。然后我想说，我要调整我自己，重新归零，就是来学习，然后听话照做，听话照做，怎样听话照做？其实我真的，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也蛮听话照做，其实并没有真正听话照做。就是我们 Apple 钻石，你看他短短花9个月的时间，他就上了钻石，他真的很听上面我们的秀林老大、心灵钻石还有杨老师的话。然后我现在我想说好。我既然我说我也喊钻石，我要上钻石，那我就跟着 Apple 的这脚步，他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就是学习他去复制，哪怕不管是线上的会议，我就是不停的去，就是上去学习，然后甚至每一场的会议我都会尽量就会参加，然后。就是学，一开始当然是没有什么人，慢慢的你就学了，以后你就会带人进去。然后甚至我也是每一场的会议，我尽量就去做自工，增加自己的那个技能，那就多学习就对了。然后在这个学习的当中的话，我也知道做组织行销这个行业就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去勇敢的去找。
找，就是比我们更优的人。然后，大家，我相信大家也最近常能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下面一个叫力争钻石的故事。他是在我前平台的，就是我们在前平台都是共同在一个前平台，我并不认识他，也不熟，我是透过朋友去认识他，因为我很清楚力争钻石是一个对等人，然后我也很清楚我自己虽然我能力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并没有害怕，我不是三顾茅庐，我是五顾茅庐，带着然后一气一气的去跟他碰面沟通。然后让他，然后带着我的上线群，我就很会接力，带着了杨老师呀、心灵钻石呀、Apple 钻石呀，然后秀林钻石，跟他来分享凯利借力凯啊，分享凯利的事业。最后一次，我们就是力争钻石，就是说因为亲戚骗那进来了，进来以后我真的也，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做对了，就是关键就是我真的从他加入到现在。我每一场会议都做到陪伴，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没能力，因为他能力还比我好，我是上线群能力比我好，然后我的下线群也能力比我很好，这没关系，因为我有凯丽这么棒的一个，因为凯丽本来后台就给我很大的助力，然后我就一路陪伴着他，然后我们就从小小的团队变越来越多的团队，然后接着就是把人带到，不管是线上的会议还是。线下的培训，不管一训啊，2天的培训，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整个团队这样一个一个架构起来，然后重复的，就是秉持着就是听话照做啊，归零啊，然后学习复制这样子的，一步一步一脚印，按着公司的一步一脚印去做，然后其实这次考核的最大的功劳，讲真的，一切归功于我们凯利公司，因为。就在上个月，因为刚刚说嘛，我还差100多个人，就是卡在那里上不去。所以我们那个团队里人累积的人数是足够的，然后公司就借了公司最大的力气，就是恢复矩阵。然后其实，在我们秀林钻石常常跟我们分享说，我回想秀林钻石分享说，要好好利用公司的促销。怎么说？因为你看秀林钻石更厉害。他是4个半夜就上钻石，他怎么做到吗？他是每一期都是配合公司的，每一期就晋升一个位阶，每一期的晋升位阶，就是，我们的上线群老大们就教导我们一些借公司的力，借公司的势，就是把握每一期的促销，跟你，也许你这一期跟不，没有跟，就是你有做了，但是人数还没到，没有跟上，没关系，因为。最起码我们已经做了，然后接着下一步就是下一期的促销，只要我们一环扣着一环跟着，真的，你从来没有看过一家公司这么给力的，哎，公司真的花多少钱，多少规划多少精力，然后这么棒的产品，就是真的让我们就是促销到我们上钻石。我刚说嘛，我前平台2年，就是十几年了。每一次的考核，我们得到什么吗？没有考到我们要的那个位阶，而且是得到了一堆的货，一堆货都是拿自己的钱出来做促销，然后就反正一堆货就在那一边了。所以真的来到凯利真的很幸福，因为只要你懂得去跟着公司的那个促销去走的话，我相信在凯利这个平台的话，你像我这样子的人就会。像我这样人，国语都讲得不好，逻辑也没有很好，讲话有时候跳来跳去，都没问题的。我都可以在凯利，只要就是2年多，我一样虽然说我没有秀林老大跟那个 Apple 钻石，他们那么快的速度上钻石，但是我也是2年8个月，我也做到啦，我也上钻石啦。所以我就整理来的话，我自己对我个人整理了，就是整理一个归零，归零学习，听话照做。学习上去就是学习啊，学习怎么去复制每一个的我自己，然后再来借公司的力，借公司的势，这样子就是我相信大线上的朋友，只要按着这样子的话，你们跟我一样，透过凯利这个品牌一样可以上钻石。
哇，太棒了！我们看到 Lily 钻石呢，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关键呢，完成呢？真的就是坚持，然后呢，听话照做，还有呢，借力。好，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习惯达标。不管公司的会议，不管公司的旅游，你是否每一次都参加？我觉得习惯达标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哦，让我们自己由我们开始做起。当我们开始做起，伙伴就会跟着做。那还有我看到的是呢，莉莉钻石做到的事情是直接呢自己面对现实。亲爱的线上的伙伴们，你们有打开你的后台吗？有好好的看一看吗？接着呢就是跟伙伴们的沟通哦，他一个一个去沟通伙伴，然后呢让每一个人呢都为自己下一个目标。所以呢，所有的努力真的是靠大家。好，接着呢，我们还要再跟莉莉钻石挖宝哦。请问一下呢，莉莉钻石，您刚刚说的哦，就是呢，你觉得你的国语讲得不清楚，好，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来到台湾这边呢，你有没有遇到困难跟被拒绝？那当这时候呢，你是如何处理的？一定会有的，被拒绝，然后我被拒绝，因为你不可能去跟每一个人分享，每一个人都会 yes，一定会碰到漏的，没关系，再接再厉，因为我只要你努力的，不停努力的，在这个学习，真的我对我来讲，环境很重要。一个我会碰到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打给我亲爱的 Apple 钻石。如果请教一下，我现在就是我很低落的时候，我更要去找我上面的钻石们来跟我正能量。然后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透过学习，就像刚刚我们还没开始片头的时候，不断的就是播放这些影片。其实你像虽然我没有参与到，你就是反复，就是你会给自己很大的那个鼓励，因为你看到哇。对啊，只要我努力坚持去做，我就像钻石们这样子，就可以达到钻石旅游。然后再来，我很感恩，也再来，还有一个非常感谢吴钻，吴钻开了就是线上的那个心灵课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每一场我都去参会听，因为在这里，因为我们常常说嘛，Apple 到底跟我教导我内心丰盛富足。哪怕你在外面碰到更多的挫折，你只要跟自己讲说没问题的，可以的，我周丽丽，只要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我只要跟自己一天进步一点，一天进步一点，这样子的话，因为我还是那一句话，我没有能力，我只有一个国中毕业，我来说嘛，你现在叫连唱个歌都五音不全的人，那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又认真又努力的人，又坚持的人。只要我们选对了平台，好好真的，好好用2到3年的时间跟紧这个团队，跟紧我们所有的7799所有的领导们，然后跟紧你自己的团队，跟紧自己上线群，一起来，就是不要离开，真的不要离开。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你看还不是吗？就是坚持努力，这样2年多。一样可以上钻石呀！太棒了，是的，真的，我想线上的伙伴呢，常常都会看到我们钻石们，每一个人都觉得闪亮亮，每一个人都觉得哇，你们说话呢，大家都会听。其实没有，我们真的常常会遇到呢困难跟被拒绝。那每一个人面对困难跟被拒绝呢，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那我们看到呢，莉莉钻石的处理方式呢，其实呢，她除了打电话给我以外，我觉得她更棒的是，她会正向的思考。他常常会所有东西都往好的地方想，而且呢，会给自己呢加油打气。我看到的是真的，每一次呢，那个我都觉得很像那个积木，有没有？当我们垮了、瘫成一地之后呢，他很快啪啪啪啪又站起来了，又重生了哈。那一定要训练我们自己重生的这个力量。那再来呢，我还想要问 Lily 钻石哦，在整个这2年8个月的时间呢，你有没有哪一个呢？你在谈单的时候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印回象想一最下这里，最深刻的最深刻啊！哪一个？看是在哪一个场地谈单呢，或者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你觉得哇，好棒，我们可以分享给现在线上的所有家人伙伴。最深刻就是
还是一生钻石嘛？因为一级，因为我们跑了5趟，第一趟第一期的时候就是跟秀玲钻石，因为我觉得真的不要，哎，怎么讲？第一趟我就跟着第一期，我带着秀玲钻石去爬，因为不熟嘛，完全不熟。然后其实就跟他让他了解知道有这家凯利这家公司。那当下我们留下说，如果你要加入，记得来找我们。然后第二期、第三期继续，然后我就是知道他是对的人。有时候我们往往都是说，哎，没关系啦，讲过他不要就算了，就很容易就放弃。但是当你知道这个人是对的话，不要怕拒绝。然后你因为他当下不要，不代表以后无需求，没有需求嘛。那你就是齐聚以恒的去跟他分享。那最后他的还是给你给就把。你就对你的那个齐聚以恒的耐心呐、啊，然后也打动，然后当然每一次碰面当中，你一定会跟他去沟通。最后的时候，我就是把我要懂得借力，然后就把我所有的老大们一起带到他那一边去。所以我觉得说，哎，你说有没有？其实我很多不是我每一个人有，一定是你去试你的方法。不见得我的方法套用在你的身上可以适用的，但是你们一定要去试到你们自己，然后就是试到你们可以的再来。还有一个，不要去很在乎现有的成绩，不要一直说啊，我做了这样子，我还没有半年了，好像都没有几个人，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哪怕从2个3个开始，你其实从你就是去分享当中，你去学到去捡。去检讨一下，就是说不要急着看成绩单嘛。然后你去可以在当中，去检讨一下，哎，我这个是成功率是怎样？去当中去检讨一下自己，然后再持续加油。我还是那一句话，你看我没有多大的能耐，我没有多大的能力，我只是持续不断一个一个去跟人家分享。那说不好听，你现在叫我讲一堂课，我也讲不出来，没关系。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我会来挑战讲一堂课，因为你就是你跟自己比，我还现在就要跟自己比，一天比一天进步，然后谈多了，你自然而然就会有那个知道说哪一个方式适合你，然后坚持去做就对了，坚持去做，然后用时间累积起来，达到500个人，就是配合，一定要真的好好把握公司每一期的促销，因为。你再怎么，我是觉得啦，我们再怎么厉害，因为如果没有公司完善的配套的话，说实在话也很难达到的。这是我以上的分享。谢谢莉莉钻石背的哈、哦、啊、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了5次哈、哦、好，那我还记得呢，莉莉钻石呢第一次刚加盟凯莉的时候，除了呢身体呢3天之后他的那个甲状腺结节消失了，然后呢接着呢他很快速的要了第一场的说明会，就在他自己的工作室。我们请莉莉钻石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他会想要邀请杨老师哦？我们就第一场呢，在他的那个美容室哦，办了一场说明会，而且很快很短的时间，他邀了多少人？我们请莉莉钻石来分享。那个时候因为太神奇了，真，因为我真的没有用过一个产品哦，好神奇。当下 Apple 钻石来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嘛，感觉以后哇，去了第三天，反正就有效果出来，然后你就带着这个热情的去，因为觉得东西太好了。因为那一场，我想说那么棒的东西，因为我儿子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就开始去行动嘛。那一场也邀了20几个人来，因为我不会讲。我就借助专业的杨老师来帮我讲一场预防医学的讲座，也是因为这样子让我看到，真的跟以往的平台不同。怎么说？以前因为效果太好，这期的效果太好，人家都会问我丽丽，你做了怎么改变？你怎么变那么多，变那么好？你吃什么？哇！那以前的我在前平台一直不停的跟人家分享，然后像。反过来，人家追着问我到底怎么办到的，而且就是这都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然后就是抓紧，就是怎么
你抓到对了，你选择对了平台，然后时机点也对了，然后那一期就很感恩杨老师，就是来在我店里面办了第一场，第一场的很成功的一场，那个一凡医学。我还记得呢，那个第一场哦，他邀约的时间非常的短。重点是呢，坦白讲，当时我还很紧张，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开始哦，我还想说你邀得到吗？邀得到这些人吗？诶，没想到这些人出现了。那我问他你人哪里来呢？就亲朋好友啊，有没有？他很自在的，他真的就是单纯的相信，而且他决定他要做。他就继续做，然后呢，更棒的是呢，我说那这都美容，你大家知道吗？美容室哦，它上面是什么？就是3张美容床。那我说那哪里来的椅子啊？这简单，啪啪啪，他就把它解决好了。怎么样？美容床叠起来，椅子排一排，没有的去借，想办法克服。我看到的是真的，他就是那个想要，然后简单相信，无论如何的去做，这个执行力真的让我很佩服哦。所以线上的伙伴们，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加盟之后你所做的第一件事吗？我还记得 Lily 钻石呢，10天之内呢，他就加了10张单，哇！第一次觉得做组织行销很轻松，对吧？那时对候的，我还记得他跟我分享，哇，怎么这么好做？我们请 Lily 钻石分享一下这一段。那个时候其实第一单，我第一其实第一个第一第一单的那个时候，我不是刚说第三天我就感受到那个效果了吗？我不是哪来的那一个，在电话里面呢，就是跟一个20几岁的一个年轻，就是当然是我的朋友嘛，说我们没有，我自己保持的，我很兴奋的，很兴奋跟他讲。其实我根本讲不出所以然，产品是怎样也搞不清楚，只是想说，就是把那个兴奋度，就是兴奋度。然后其实人们会选择买单，其实并不是你讲的内容是什么东西，而是你的那个兴奋度。然后接着，当然，对你说怎么做到这个，保持你的兴奋，然后一个一个去找，那最快的速度就。当然了，现在比较完善了嘛，就是把人带到我们的会议里面去，借力使力啦。因为我现在一在我那，就是因为那一场请杨老师来帮我办了一场这样的一凡一学，所以才会说短短的时间内收了这样子的10张单，这10张单是这样子来的。当然要保持第一效果好，第二兴奋度很重要。是的，是的，那真的是啊，我们很多时候呢，老天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给了我们个问题哦，他的身体出状况了，其实礼物就在后面，而且还好他没有说等到我好了哈，他有一点点的反应，他都觉得很开心，立马就是到处去分享，有没有看到？如果我们再等，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哈。然后呢，我还看到 Lily 钻石呢，他非常非常的孝顺，不只是爸爸妈妈，好，还有呢公公，我还记得呢。我觉得这一段也让 Lily 暂时来跟我们分享哦。当她公公呢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其实她自己经济是压喘不过气来。但我想要劝她说：“你真的要花这个钱让他使用吗？”她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她说：“因为我很感谢他生了我老公，没有他就没有我先生，所以我觉得我要孝顺他。那我有预算好，我最多最多，先让他试3个月好了。”那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一段我们也想要邀请 Lily 暂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那我公公的话，其实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跟我公公婆婆，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真的是个老人家，都很支持我们。因为真的得到家人的支持是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你无有没有后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全力以赴做就对了。那一路以来，我公公跟着我们一起保养，就是比较基础这样的保养。那他现在已经80几岁了，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前列腺肿大要去开刀，这开刀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说原来是得了甲状腺癌，得了甲状腺癌的当下，我当然要马上，因为尿路我这腺癌。啊是对不起，这个腹腺癌就得了，就是腹腺肥大去开刀，那开刀过程中呢，发现。糟糕，癌症就是腹腺癌症。然后当下我们也很紧张嘛，但是我对公司的产品我很有信心，
但不是我们去找病人，因为他是你自己家里的公公，所以我当下我就请教了杨老师，哦，然后怎么去透过凯利的公司东产品来协助我公公，哦，然后我就去大量的跟他配产品，然后呢那个时候讲说实在话，我前面不是说，我其实我经济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那一句话，你没有健康，再多的钱都没有用。那我就那时候想说，算嘛，3个月，我们来给我公公无限的供应他产品，3个月给他吃，大量的吃。然后想不到不到半年，没不到半个月，我公公的癌指数就降了一半。那到现在的话，已经没有癌指数了。然后他的那个，因为那个，他会漏尿。到一级没有，就是要包，出门也不方便，所以只要出门都是包尿布。其实说实在话，对他老人家来讲，真的很没有尊严。然后现在连尿布也不用包了，然后也不会漏尿，就是所以非常非常的难过。当他其实我老公没我公公好的时候的话，他也因为老人家嘛，一定啊会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但是当他好了以后，他就主动拿了5、6万块来给我，就是说我前面给他吃的那些产品。其实我觉得说，真的，当你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伙伴说，哎呀，我家里的另一半啊，家里人好像很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就是都没有说那么容易接受我们的产品。没关系，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关心关怀，只要把我们自己顾好，因为家人会看到我们不一样的自己，他会看着你的变化，然后呢，然后他会看着你变化不同的话，他只是时间的问题，他都会进来的，他会认同我们的。就是以上我的分享。哇，太棒了！真的，我当时听到他公公这样，其实我们那时候还记得第二个月，第一个月公公就告诉他状况好了，所以就给他钱，然后就后续都持续。你知道那个感动哦，因为他真的把公公也当成是自己的爸爸。其实我们真的为人子女最棒的就是家里人可以好。我刚刚想到呢，他讲到爸爸，我们也想要请李李钻石也分享一下他爸爸，因为他呢，我还记得我今年4月陪他回到广东东莞的时候呢。哦，他的父母亲让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可爱的父母亲，然后在他爸爸身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哈。那爸爸过去从来没有支持过他，但现在会带着他到处去见亲朋好友。我们来请莉莉暂时也分享一点点好吗？诶，我自己爸爸的话，因为我在来台湾这当中，当然我除了做主机行销以外，我也投资其他的东西，就有失败过。那我爸就是觉得说我是很容易被骗的人，很容易被骗，然后又不聪明嘛，然后又被骗了，然后他就觉得说你老是搞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也许就是我的效果，我的状态没有很好。一次回去让他看到我的状态没有很好，所以他不是他是心疼我，然后也不晓得怎么来帮我。他这一次我回去，因为我也其实说实在，我今年2月份回去过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也整整5年没有回去大陆了，回去看我父母亲。然后也透过因为使用凯利产品也快接近3年，这个3年当中真的。我是整个人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除了我健康不健康那一甲状腺那一段时间以外的话，我现在整个状态回去，就有些你在电话里面跟父母亲讲说，你看到我，你们会吓一跳，他们没办法想象。当他看到我的时候，就觉得哇，你现在真的整个状态不同。然后当然，我用产品，它还是会有用，只是他嘴巴就会有时候会就会碎碎念，就是念一下。但是这一期为什么他会那么愿意带我去看他的合伙人啊，他亲戚朋友嘛？因为真的我改变了，因为他自己身上，因为我爸爸是那个眼睛是有那个黄斑部病变，其实这个真的不好治的，也没办法不可逆的。那我只能叫他好好用产品。刚开始因为他用的量真的不够，所以效果出不来。后来因为我回去嘛，我盯着他吃嘛，然后他效果出来的话，他一开始从眼睛蒙，就是整个眼睛看出来是黑黑的，
然后现在看到一点亮光，看到一点亮光，然后看到一点影子，他就对产品很有信心。然后再加上他一直跟我讲说，他说我这边哦，一直痛啊，痛了8、9个月都没有好，没有好。然后不小心是因为现在一直盯着我吃，一天喝4到5杯的清气片，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我身上的这个不痛了呢，是真的这个？我说是，肯定是这个，因为炎症嘛。啊，对，我刚忘了，其实我爸那个眼睛就是看不到了嘛，然后他去打针，因为打出血，已经出血，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打，也没办法治好。后来我透过凯利，现在慢慢慢慢慢就不会再出血了。所以，我老爸就是他自己，其实讲白就是产品在他身上发挥的那个效果。我们大部分就是要有耐心，真的，有时候不用急，就是当你产品效果出来的话，你不用急着说要去急着去跟人家分享，因为人们就主动会来考，吸引到对的人会来询问你，就是有耐心去做了，把产品一个一个把。就是把只要跟我们分享出去的客户，把他们的那一个健康不好，产品的效果出来，然后你凯利的事业一定会做得很好。以上是我的分享。哇，太棒了！真的很感谢莉莉钻石啊，今天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满满的她的所有的这些心路历程，然后呢还有呢所发生一些难忘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们上钻石，以她呢上钻石的这个关键点。不知道大家今天觉得收获满满了吗？那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哈，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呢，到现在刚刚好。那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们有请呢我们的